有什么丑闻好让人传的？我部队在北部，向来只有嫁鸡随鸡的说法，应该是你带的孩子跟我一起住才对的。我有为这个事儿跟你说什么吗？你就是巴不得离我们远远的。 跑到马路当中去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我已经说过了，当灯呢变成蓝色的时候，就不准动。好了，现在灯已经变成蓝色的了，不准动，通通都不准动。你下来，小米，不可以。小米，你听我说，不可以。小米，你听我说，不要再跟他说了。蓝色灯，不准动啊！好了好了，小米。 他们都不准动了，你乖乖去洗澡，我帮你看着他们，啊！通通都不准动哦！通通不准动，哎，不准动哦！现在已经是蓝色灯了，他们不动了，快点去洗澡，啊！快点去！嗯，不可以。这是不对的，他不是智障，他会当真的。当真又何妨？ 亮亮，不行！妈，你今天快乐吗？爸爸出差去了，他不在。爸爸出差了，不在。 那，你告诉亮亮，你今天开心吗？嗯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好快乐呀，就玩了好多东西，唱了好多歌哦，一首接一首，快的慢的什么都有。 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，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。你看他今天多快乐，是不是迎风会比不风还快乐？ 亮亮，哎，今天本来汉我也要来的耶，世元啊打电话就问你爸爸，说要不要来一块唱啊？你爸是多严肃的人呐，他哪里好意思来？他不会来的。
是啊，他当然不会来了。是咯，所以世元放下电话就跑来跟我说，王伯伯说他不好意思来。看吧，还是我比较了解你爸爸。 他知道打电话给王伯，他们有特殊的联络管道吗？也许你觉得荒谬，不以为然，或者是什么？但是我这么认为。亮亮，也许世人是对的，我们正常。 我们只想安心，所以我们不让他们开心，这是不公平的。他们开心有多危险啊？危险吗？当然啊。你看我妈，笑了一个晚上都没有停。她的快乐多么卑微，多么容易满足。 出去走走，唱唱歌，还要骗骗他接点你爸电话，这样，就算是骗他又何妨呢？一个善意的谎言，能让他开心好久好久，我也愿意的。要骗他一辈子。 今天好开心，对不对？说对，说你好快乐。嗯，我今天好快乐，好高兴哎。亮亮，你改天等你爸爸放假的时候，我们大家一块出去唱好不好？好。 哭了吗？啊！都是你，就是因为你，我不知道你什么地方不好办，为什么非要搬去那个什么鬼地方呢？你爸跟他十几年没见过面了，就因为你，他们现在又碰上了，真的是命苦。 老公心里有别人，儿子也向着别人。哎，拜托妈，别赖到我身上来好不好？我搬我的家，租我的房子，我怎么知道他们会碰在一起嘛？这就是命嘛！你们不也常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吗？那他们你哥，你就不要再活上家里了，行不行啊？我说的是实话。你还说，上楼上楼，可不可以啊？ 是没有意思，跟着他辛辛苦苦的十几年，吃苦耐劳，跟他生儿育女，如。
又听人家说病就病，你也不要太夸张嘛，爸也没有变啊。他哪里没变？今天跟我动手，你爸爸不是一个会动手的人，他居然动手打我，他为什么？就为了一个疯女人？那是因为说话太毒了啦，赵世芬。妈，爸是什么样的人？你跟他夫妻都做半辈子了，还会不了解吗？他不会见异思迁的。你当然帮他说话，你是他女儿，你一直都是。他不会怎么样的，我们都了解爸啊。这事情，我们看见的赵静是个保守、沉默、很会做生意的男人，可是，在他的心里，还有另一个赵静，那个才是真正的赵静。那个赵静，活泼、风趣、幽默、知情识趣。爸爸，是你爸爸。他把他自己藏起来了，他自从跟他分开以后，就把他自己给藏起，把那个真正的赵静收到一个我们看得见的地方。妈，你想太多了。不是我想太多了，是你们不知道。人人看到都无可挑剔，就只有我知道。你爸爸把他所有的深情浪漫都收起来，为你送眼球收起来。不是的，妈，爸说过的，他这个年纪是感情，不是热情。是吗？那你等着看吧。那个宋英就出现，你爸爸所有的热情了，又都会火起，不是为了我。是为了他，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我跟你说，他以前就跟孩子们说过，飞机啊有两个翅膀，那个翅膀这样子左右摇摆的时候呢，就是他在跟孩子们打招呼，好危险呢、啊，他就是这么皮。眼球，你说嘛，你说嘛，他会不会看到我？会不会？会不会嘛？会，汉文他一定会看到你的。会啊。他们说我病了，说我这里不对劲，脑子不清楚。严秋，我什么都不能做了，不能唱歌了，连妇联会都不让我去参加了，连妈妈都不能做了，他们把子权带走了，都是我病了。你爱他又不是一朝一夕，也不是这次冲动你们才开始的，你都爱他十年、20年、一辈子了。董事长，不知道您来了这么晚。没事，我只是顺道来看一看。是袁家啊，真的是。你找世元啊？他没有来耶。我是世元的妈，可我不来找他的。你是世元的妈？世元是我儿子，赵静是我老公。是赵静。这么简单的关系都把你给搞糊涂了，哎，这也难怪，你脑筋不清楚了嘛。俗话说，狼狼笑，大寒宫，疯都疯了，还能指望你脑筋清楚？你怎么这样啊？耶，生气了？这可新鲜了。我倒要看看疯子生气是怎么个气法，你总不能再说呀，你把我气疯了。我，哎，怎么了？赵静在里头吗？想搬就搬。汉文，汉文，你出来一下好不好？汉文，汪汉文呐。哈哈哈，看样子你还不是装的，汪汉文。好，等你把汪汉文叫出来，让我好好的跟他谈一谈。嗯，汪汉文，汉文，汉文，你出来一下好不好？汉文，汉文。汉文，怎么，汪汉文不在啊？他一会儿就回来，他马上回来。我让世元打电话给他。世元的电话。我去找世元，世元知道汉文的电话，我去找世元，我找世元。好了，你够了吧你！你不要装疯卖傻，你以为全世界都跟你一样啊？你自己脑筋不清楚，我儿子世元脑筋清楚得很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
你给我听着，宋研究，我不管你真疯假疯，赵静是我老公这件事，你最好给我弄得清清楚楚的。我蔡秀女嫁给赵静26年，安静，我说话你听就好。安静，听就好，听就好，安静。看着我，看着我，不要学我说话，你八哥娘啊！你看着我，不要学我说话，你看着我，你看好了，你八哥娘啊，你看着我，看着我，秀莲，秀莲，秀莲，不要说话，秀莲，赵静，干什么？不要说话，安静，不要说话。年秋，安静，不要。年秋，赵静，赵静，年秋，赵静，年秋，赵静，哎。不怕不怕，帮我找汉文，好好找汉文回来，好，一下下就好，好好，一下下就好，不要怕不要怕，找汉文，没事没事，找汉文回来，找汉文回来，好，一下下就好。赵静啊，看到没有，你在人家心里头比不上一个死人呐，人家汪汉文死了10几年呐，念念不忘的汉文汉文，你算什么啊你？你住嘴，住嘴，住嘴，找汉文，找汉文，严秋，严秋。林秋，汉文，没有事，汉文呢？好好，汉文呢？我帮你去找汉文，我帮你去找汉文啊！汉文因为他最近工作比较忙，总部找他去接一批新的飞机，还负责训练，所以他忙得不得了啊！好，但是我会帮你去找他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等我见到他，我就叫他回家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好。汉文，好，赵静，你不怕啊？我告诉你，宋研究。你们家汪汉文早死了，死了15年了。赵明死了，你也很明白他怎么死的。